嗨，我是小冯，一个母婴育儿博主，那名牌大学毕业。对了，我还有儿童心理学证书、营养配餐师证书、运动营养师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，还有这个计算机等级证书。别看我有这么多本哈，我觉得最没用就是它，驾驶本。现在网约车这么方便，自己开车多麻烦，所以最没用就是它。喂，王老师。冯冯妈妈。哎，王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下周的接同小区同学下学的任务该轮到你们家了啊。玲玲玲玲，江湖救急啊。哎呀，我老公出差了，明天我要接闺女同小区的小朋友放学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二把刀可怎么办啊？快给我出个主意，快点快点快点啊。玲玲，你说说我可怎么办？这车我是真不敢开啊！哎，你可是宇宙美少女小佛，没有什么能难倒你的。嘿，这高级啊，都不用车钥匙，我平时就丢三落四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算没电了，没有网，照样能开锁。哎，何以解忧愁，唯有送 Max。高级高级，要能用手机替我开车就更高级了。要不明天还是你替我接一下吧。这样，明天我陪你一下，今天咱就先试试。行吧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这是林老师，叫林老师好。林老师，欢迎好。你们可得听他话啊！跟你上车了。好，行，今天太冷了。哎，可是你都摘了啊，等着这阿姨呢。小鱼，帮妈妈和林老师把衣服放后边去。小朋友们要系安全带哟。把安全带系上。哎呀，幸好这是个超大空间七座车，要不你还得坐后备箱去。你赶紧开车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人多车多的地方我可犯懵。这个车啊，可谓堵车神器，专治各种复杂路况。行，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阿姨，我那个小娃娃不见了。啊，不在车里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哎，不会在车底下吧？摁下这个。嗯。哟，还真在车里。真的。行，那我下去找。不用，把车往前开回去就行。哦哦，那就行。来。谢谢冯阿姨。不客气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行，我们要走路。玲玲玲玲，你不是说这车有堵车神器吗？这走走停停的，我不太敢，快快点。你看啊，这样按钮按下去，然后再往上拨一下，设定一下速度，哎就可以了。你现在把你的右脚拿开试一试。我不踩的。对，什么都不用踩，试试。我不太敢。试试试试。那我试试啊。嗯。我放了啊。嗯。还真是很神奇啊。哎，对，这个车啊，有停走型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，它带有交通拥堵辅助系统，还有行人识别保护功能。那像这种堵车的时候，你只要打开它，然后呢，你就眼看前方，手握方向盘，剩下停停走走的事儿啊，车都帮你办了。这个好，以后我送我们家闺女上学的时候，还可以化会妆。那可不行，这套系统啊，只能解放你的脑神经，剩下你的手、你的眼睛，该干嘛还是得干
看着。阿姨，我有点饿了。阿姨，我也有点饿了。妈妈，我也有点饿了。嗨，就知道你们会饿。Any minute now. Wind him if you got him. Keep your batteries clean, your joints on lock. Thanks, Woody. I got it. Yes, I'm sorry. You're right. You're right. The town is open! 哎，小朋友们啊，今天咱们下午茶也吃了，动画片也看了，大家开心不？开心！啊，那咱们接下来啊，就该干学生该干的事儿了。来，跟我读。